香港爆红 YouTuber 梁家铭铭仔在今年6月有上街为反修例表态，但是他日前就被指同无线合作而被网民闹爆。日前铭仔就开 live 解释自己的立场，结果引来很大的回响。我觉得这边的受害人、家属、那些、支援人道支援，我是很乐意去捐去那些机构，但我知道哪一个机构是可以、是可以捐，咁大家希望可以喺留言区度话俾我听，即系我唔想去捐俾 offensive 嘅嘢，我想捐去一啲 defensive 啲。另外，明仔亦都喺 live 度表示，犯法就要拉，两边武力开始对等，又要求唔认同佢嘅人可以取消订阅。结果明仔除咗再次被网民闹爆之外，佢嘅 Facebook 专业粉丝人数更加瞬间急跌。虽然他在直播3个小时之后即刻出 post 补获解释，但是亦都无补于事。有网民更加嘲讽明仔可以同同样沉默的达哥组成达明一派。